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呢是主所定的日子，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我们要来敬拜神。然后呢，敬拜像什么呢？所以我今天请了我的女儿来当我的 model。 敬拜像什么呢？她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来，敬拜呢，好像呢就是父亲抱着你的孩子，所以呢，这种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呢，当你要来敬拜神的时候呢，你不能再觉得很无聊，因为呢，敬拜呢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呢，我的女儿她说她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可以了。敬拜呢是一个爱的关系。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个宣教士呢去南太平洋，他去传福音。他进入到一个小部落的时候，他问他们酋长说，我能不能向你的百姓传福音？他说可以，但是呢你要经过我一个考验。所以呢，那个酋长就派了12个壮丁要跟他比武。最后呢，感谢神，靠着耶和华呢，这个宣教士呢他胜了这12个人。所以呢，他就问那个酋长说，我可不可以传福音的？他说在还有一个考验。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因为那个是原始部落，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跳，那十二个男人就在跳舞，好像呢我们原住民舞，就在跳跳跳跳跳。那跳得很火热的时候呢，突然有3个人从旁边呢奔到那个12个人的中间，也开始跳，越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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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特别哦，这3个女人就在空中飞了。所以呢，他就酋长呢就很开心，他就问那个宣教士，你的神可以使这些人飞起来吗？你的神可以这样吗？他说，我的神很像不能使他飞下来，但是呢，我知道我的神可以马上使他们掉下来。所以呢，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就到神，他就在这十二个人面前说，他就唱一首诗歌，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最后呢，这3个人就摔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女人腿摔断了。从那天开始，他们就知道有一个神比他们的神更大进入在当中。他什么都没有做，这个宣教士什么都没有做，他只做了一个，做了什么？赞美上帝。所以呢，待会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你会听到有很多你的忧愁、你的难处、你的重担飘掉下来。因为呢，恶者可以使这些浮起来，但是上帝可以使你平安有喜乐，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你左右两旁说，向上敬拜，向下征战，好不好？我们要向上帝敬拜，向下征战当然要起立了。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再次向你旁边说，向上征战，向下敬拜，向上敬拜，向下征战就在今天，就在今天早晨，你的敬拜要使你所有的重担难处得到帮助。哈利路亚！我们刚才听得还迷迷糊糊，我们在后面，到底要怎么讲？可是终究还是要来敬拜神，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于神，我们的力量在于神，我们的盼望更在于神，好不好？在新的一天，神要赐下新的喜乐、新的盼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再次呼喊一下，哈利路亚！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次呼喊哈利路亚的时候，我的心就开了，我的灵就开了。当我们的心灵开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要临到我们的心里面，神的灵也要临到我们的心里面，好不好？不要带着忧愁，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神。我们请来宣告，生命在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神。
我要欢喜，因他是我喜乐。
进入他的门，我的心要称谢他，当我进入他的园，赞美，因为这是耶和华说定的日子，我要欢喜，他是我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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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欢喜，他是我喜乐，他是我喜乐，他是我喜乐，我要欢喜，因他是我喜乐，我要欢喜，我要欢喜，因他是我喜乐，我要欢喜，我要欢喜，因他是我喜乐。哈利路亚！将一切的掌声归给我们在宝座上的父神，他是你喜乐。好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只要单单的祷告。我只要单单的祷告，所有恶者的攻击就通通掉在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感谢神，我们同声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使我们欢喜，主啊，谢谢你使我们有盼望，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盼望，主啊，不在于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你，在宝座上的父神。主啊，谢谢耶稣，就在今天早晨，主啊，我们再次宣告说，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在我里面的欢呼比这世界的欢呼更激烈，比这世上的欢呼更热情。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使我欢呼，主啊，你使我欢喜，主啊，我们谢谢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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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耶稣，谢谢主，主啊，谢谢你，主啊，我对你的欢呼，主啊，我对你赞美，主啊，要从日出要到日落，主啊，我随时随地都要赞美你，因为我们神做了许多奇妙的事。主啊，我再次说，主啊，我们的赞美，主啊，真是从肺腑心肠发出来的，因为你的作为实在是令人激起。主啊，我们再次说谢谢耶稣，因为你活着，主啊，使我每一个人都有盼望，这极大的盼望，知道主，我们活着，不管是在高山，不管是在低谷，主啊，不管是蓝天白云或乌云密布，耶和华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孩子，谢谢你。好不好，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我们来宣告，我的主是活着的主，好不好？你的主是活的主，我们用尽心竭力来呼喊，来唱这首诗歌。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是有我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路。再来，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把我做我们从头再来唱，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把我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力不再沉睡，大话就想起你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
者永远活着，我们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那好像想起你那一天我曾接纳过誓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的心不再忧虑，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月中，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他好像想起你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弟兄从头来，我知道，前面来祷告，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副歌，一起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们的灵不再沉睡，我的灵不再沉睡，那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眼。弟兄来祷告，姐妹来带我们来唱，我知道，谢谢，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在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帮我说我的话，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的心不再忧虑，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月中，我要在每一个日月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的灵不再沉睡，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父哥，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的灵不再沉睡，我的灵不再沉睡，那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到荣光之面，最后一次，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你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不用再忧虑了，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那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那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哈利路亚！
宝座上的父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当号角响起那一天，我将见他的荣光。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的灵在我们当中触摸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不管你有任何的重担，这里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的救赎者是活着，好不好？你来到你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活着，我所有的难处，所有的重担，在今天完全的要掉落，好不好？我们同声来到神的面前，再次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当恶者使我们许多的抓恐惧、害怕、担忧、难处，抓涌到我们心头的里面，唯有来到神的宝座前，抓你使我们得恩益处，抓你使我们得益处，来到你神的宝座前，为要蒙恩惠，主你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的神活着，所以当我宣告，抓我的家人要信主的时候，我就看见家人信主；当我要跟人际关系，抓跟家人际关系和好的时候，就看见有许多人他们的人际关系，抓就改变，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兴奋吗？在早晨你听见，当恶者他只不会让你的重担浮上心头，但唯有神使你的重担卸下心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兴奋，我们真知道我的救赎者是活着，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第三首诗歌，求主使我再次充满主的爱。弟兄姐妹，请坐。求主使我心中充满主的爱。求主使我思想充满主真理，我的双眼充满泪水，以主的救恩。求主使我口中充满赞美，使我双手谦卑俯视向我主，深愿我的生命留下耶稣的痕迹。是这样的道路，是这样的道路，寻找真理生命，这是何等蒙福恩典。主啊，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使我成为你圣洁的媳妇，胜过一切诱惑、困难、嘲笑声，我甘愿将生命献给你。好吧，让这首成为你的祷告。主使我心中充满主的爱，求主使我思想充满主真理，我的双眼充满泪水，以主的救恩。求主使我口中充满赞美，使我双手谦卑俯视向我主，深愿我的生命留下耶稣的痕迹。是这样的道路，是这样的道路，寻到这里生命，这是何等蒙福恩典的道路。主啊，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使我成为
福，胜过一切诱惑困难嘲笑声，我甘愿将生命献给你。再来，求主使我心中充满主的爱，求主使我心中充满主的爱，主使我思想充满主真理，我的双眼充满泪水，溢出你救恩。求主使我口中充满赞美，使我双手前背俯视向我主，深愿我的生命留下耶稣的痕迹，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使人靠着你生命，这是何等蒙福恩典的道路。主啊，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使我成为你圣洁的心腹，胜过一切诱惑困难嘲笑声，我甘愿将生命献给你。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十字架的道路，寻找着你生命，这是何等蒙福恩典的道路。主啊，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使我成为你圣洁的心腹，胜过一切诱惑困难嘲笑声，我甘愿将生命献给你。就在今天早晨，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生命献给神？你可能受了一切的诱惑、困难、嘲笑声，你可能为你的家人祷告，你可能在你的人际关系上有障碍，你可能在你的身体，在你的经济，当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你该如何？好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听到，最近有听到许多见证，有人为她的丈夫祷告了十多年，她的丈夫今天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当你受到嘲笑，当人家不认同你的信仰的时候，你是否依然跟随十字架的道路？最后的，当我们发出赞美，当我们发出感谢，那三个女人掉下来，表示上帝的作为就临到我们当中。什么是你的难处？你的难处胜过你了吗？好不好？就在今天早晨再次说，有这么多如云彩般的见证来到我们当中，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你向神献上感谢，他就来到教会。今天他就来到教会，好不好？你羡慕这样的神迹吗？你羡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吗？好不好？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副歌《十字架的道路》，为你自己来唱，为你的难处来唱，因为神要帮助你。十字架的道路，抱着你生命，真是何等蒙福恩典的道路。主啊，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使我成为。主啊，使我成为。你圣洁的心腹。你圣洁的心腹。胜过一切诱惑。胜过一切困难。困难。嘲笑声。我甘愿。我甘。将生命献给你，将生命再来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请抱着你生命。
名，真是何等蒙福恩典的道路。主啊，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使我成为你圣洁的心腹，胜过一切困惑困难嘲笑声，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两个或三个一起来祷告，我们彼此互相的来打气，求主让我们在2012年能够胜过一切的诱惑、困难啊、逼迫，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彼此的互相的来祷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唱一次，我们用喜乐甘心说，主啊，我也甘心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寻道者的生命，这是何等蒙福恩典的道路。主啊，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使我成为是的，知道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主啊，但是我们真的也能够从我们的心里面说，主啊，我们甘愿走上这条路，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一条何等恩典蒙福的道路。主啊，盼望我们2012年，主啊，我们不求你挪去一切的困难，主啊，我们只求你，主啊，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啊，在我们2012年会面对的诱惑、困难、逼迫、嘲笑。主啊，谢谢主，谢谢主，赞美你，哈
利路亚，愿你恩待我们在这里每一个特别遇到困难在信仰的道路上特别艰难的弟兄姊妹，主啊，你要让他们经历到这首诗歌的真实。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好吧，我们再从头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清楚奉献意义的，请你先不要奉献。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请敬拜团继续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满足的爱，求主使我思想充满主真理，我的双眼充满泪水，以主的救恩。如果你还不清楚奉献意义的，你可以先不要奉献，没有关系。我口中充满赞美，使我双手前背俯视向我主，深愿我的生命留下耶稣的痕迹。十字架的道路，寻道者的生命，真是何等蒙福恩典的道路。主啊，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使我成为你圣洁的幸福，胜过一切诱惑困难嘲笑声。唱副歌，我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寻道者的生命，这是蒙福恩典的道路。蒙福恩典主啊，我愿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我愿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使我成为甘愿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也把我们从你而得的金钱献给你。主啊，愿你使用这每一份的金钱，主啊，能够拓展你自己的国度。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讲说，让我们甘愿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